各位学员，大家早。今天我们要来讲武松。那武松的这个人物，我想大家应该从小都会听过武松打虎，所以对武松的这位人物肯定是比较熟悉。《水浒传》里面，他的这个出场的顺序，一个一个带出不同的这些人物。那这些人物他各有特色哦，特别是在前面的这40回的部分。好，那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像林冲、像鲁智深，还有像武松，都是我们在前半部会着重去讲的。那么在中间呢，我把这个宋江的部分挪到后面去哦，其实是因为宋江跟李逵，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放在一起来谈。好，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在江州的一整个段落，这宋江被切成两个部分，我把它放在一起谈的话，会比较完整。好，因此，这个宋江的这部分呢，我就先跳过去谈这个武松。那武松这个角色呢，其实在《水浒传》里面是金圣叹非常喜欢的人物，所以在金圣叹的这个读第五才子书法里面呢，就特别把他提到最高的这个等级。他说，这个108人当中，武松呢是上上人物。好，他评为上上人物的呢，有这个鲁智深啊，那么这个林冲也几乎已经达到了他的这个标准啊，只不过他觉得林冲这个人，他写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太毒哈。那么这个毒是什么呢？是他那个狠劲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金圣叹他在讲这个武松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鲁智深呢已经是这个绝顶了，可是呢，跟武松的人物比起来的话，武松的故事精彩程度以及他的人物的个性鲜明各方面，其实又比这个鲁智深更高一层哦。那么到底他高在哪个地方哦？那么这前面的这个第五才子书法是一个比较属于总论的一个情况。那么在第25回的这个回前总评里面，他就特别提到了。他就说武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用天人来形容他，也就是这个非常高等级哦，已经不仅这个鲁智深是人中绝顶，他是比这个绝顶更高，已经达到天人等级。那么这个天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金圣叹呢，他就用了几个人物的各种优点，他说他兼具了这些人的好处以及他的特色的这个部分。好，那他下面就列举了这些《水浒传》里面著名角色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性情，还有他们的特色。比如说，他讲到这个鲁达之阔啊，那这个他的这个心胸，对很多事情遇到了事情的时候，这个看我们看鲁达就鲁智深，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往无这个无悔哦，就是遇到了事情打抱不平，所以他那个心胸的开阔其实不是。这种小鼻子小眼睛这样会去计较很多事情，所以他看到了这个金家父老有困难，他就去帮助；遇到了这个瓦官，看到瓦官寺里面的和尚，他就有困难，他就去帮助。好，所以他那个阔呢，其实是很明显的哦。那么有林冲之毒，这里毒就是那种狠劲哦。那么林冲跟武松其实他们都不是刻意要做，要这个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说他不是刻意要杀人的，他们都是被逼迫。比如说林冲是因为这个一步一步被逼到了绝境。那么武松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即便这个遇到了各式各样的状况比如说这个潘金莲的色诱，或者遇到了这个别人的打压，他其实都是会想办法就退让哦。但是呢，不得已的时候，比如说哥哥被杀了被害死然后这个。在这个飞云浦，别人要来害他了所以呢，他不得不反击。所以那个毒其实就讲那个狠劲，狠劲是被逼出来的或者是说杨志之政杨志呢，他因为是这个显赫家世的后代，所以呢，他行事有一个准则，他觉得他自己要行的正所以在很多的事情的抉择上他选择比如说不落草不怎么样他有很多的他的抉择。武松其实也有这个抉择他对于很多的事情，他是有自己的判断，所以
在这个一开始，这个宋江要邀他要不要一起去这个落草啊什么的哈、哦，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选择不做这样的，他觉得说我就是要这个有一番作为哈、哦，那这不愧这个父母祖先，所以他其实是这个正其实他就讲到了跟杨志的这个特质其实很像的，那也有才尽之良。好，那当然这个良是指说他能够帮助这些，比如说柴进遇到了要去沧州的这些罪犯，他都会提供各种的帮助，因为他知道说这些罪犯当中也许会有一些这个善良的人，或是有一些好汉。好，那么武松其实也是这样，武松在这个故事当中他其实是相信，他不像这个他其实是还蛮相信很多很多的人，然后他不像这个苏东坡讲说这个他觉得朋友里面没有敌人，但是这个武松不是这样子，武松是人家对你好那么他就会这个涌泉以报哦，所以他会尽量的去发掘这个人可以看到好的这一个面相哦，所以林林总总哦，他下面举了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人，其实也都是在告诉我们说。金圣叹在武松的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了其他角色各式各样的优点、哦、也在武松的身上呢其实跟这些角色有一些相似之处、那物以类聚、哦、他们这些人聚在一起也都有他们一些共同的原因嘛、哦、共同的特质才会能够这样子相聚，那么武松呢兼具了这些优点，所以呢最后他讲到说断约第一人不亦宜乎，其实就讲到说这个其实是武松的这个角色写的其实蛮成功的，那也的确在水浒传里面除了宋江之外能够写到十回的也就是武松的故事其实非常的丰富，因为从宋代以来关于武松的故事呢，从最早的这个五行者再到这个各式各样的相关的这些戏曲啊什么的那么已经把武松的这个角色陆陆续续的更加的这个类型化，更加的这个完善它的整个故事情节，因此我们如果在整个这个水浒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武松的故事可以大致切成几个部分，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武松打虎哦，那么武松打虎之后呢他到阳谷县之后遇到他的哥哥，所以当然就遇到了中间有这个潘金莲西门庆的这一段哦，那这一段就是这个杀掉这个潘金莲跟西门庆的这一段故事哦，那这个是整个家庭这个遇到跟家庭伦理的故事哦。那再来的后面呢，就是这个武松准备要到这个孟州去，那在孟州的这个路上呢，就遇到了这个十字坡的张青孙二娘，这一段也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呢，这个虽然故事这段非常的短，但也这个把这个《水浒传》里面很精彩，而且我们影响后代很深远的这个人肉馒头哦，这个也就在这个地方出现那最后一个部分其实就是他在这个飞云浦以及跟张都监这个部分那其实武松的故事光是这些桥段组合起来，其实就四个部分能够延伸到十回就可以知道说当时的人其实对于武松的故事肯定是非常喜欢，而且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传承下来的故事那《水浒传》的作者当然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些故事呢组织起来，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武松的这十回所称的这个五十回。那么在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如果我们很仔细的来读这个武松他的这个角色的出场我们如果在这个小说的这些文字细节当中仔细去阅读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小说看过去这是一种方式，这个是第一层次，这个叫做略读那么略读呢是我们对这个故事的情节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进一步我们就应该要去读比较仔细一点，这种细读的是第二个层次这个所谓的分析阅读的部分。那这个分析阅读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就这个小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第一讲的时候讲过，这个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到他的这个人物怎么塑造这个人物的穿着性格再来的话是这些场景
有没有什么特别去强调的部分，以及他跟人物之间的互动啊，还有他的这个对话各方面是怎么进行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有很仔细的这些描述以及比较深刻的对话，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的。那我们今天读武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慢脚步，慢慢来仔细来看他怎么去写这个打虎的这个部分哦。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水浒传》是以人拉人的方式带出角色，所以当这个宋江因为这个逃难的这个被通缉了，所以他就逃到了这个柴进的这个地方。那柴进当然知道说这个宋押司这么有名哦，所以大家对这个宋江其实当然是非常礼遇，也非这个热情招待款待他。那么中间当然也就是这个宋江，因为这个实在是盛情难却哦，那他中间想要这个夺酒哦，就是大家都努力的都在跟他敬酒，还要夺酒，因此宋江就准备要这个借故离开哦，要去小解，所以就离开啊、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踢到了这个火仙饼哦，那个其实就是烤火的这个盆子，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武松呢他生病，他一开始写说有一个汉子哦，在这个因为疟疾，所以在全身在发寒，所以他在烤火哦，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光线不明，所以宋江就踢到了这个火仙饼，结果这个火花火星还喷到了他的脸上。小说在这个地方21回这样子交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想想看，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人会在一个暗暗的地方、不明的地方？照道理说，这个柴进的府邸这么的庄园这么大，那么柴进是一个很热情招待所有人的一个这个庄主哦。但是呢，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生病？在暗暗的地方没有人看顾的他，自己在那里烤火啊、这其实就隐隐约约透露了一些不寻常的哦。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把这个事情点出来，他只告诉你说，因为这个宋江踢翻了，踏到了这个火仙饼，所以这个人当然就被喷到火花，那就很不舒服，因为生病了，已经身体很不舒服了，还要被这样子弄到，所以当然他就这个生气，准备要打这个人哦。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武松其实生病了，还这个性子一来，还是这个拳头就。这个非常焦躁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柴进这个进来调解哦，就提到了宋押司哦，那么这个宋江的名号啊，这个响当当哦，所以呢，这个一听到他是这个宋押司之后啊、那么这个武松也就知道说，哇，这眼前这个人不简单啊、这个也就是知道了说，原来这个人就是他一直在江湖上听到的这个名号的及时雨宋押司哦，宋江。宋江问到了他的这个要问他的到底是谁啊？哦，这个时候柴进帮他介绍。哦，那这个地方，这个我们看到柴进其实就当一个和事佬，所以他插进来在武松还没讲话之前，他是先介绍了武松啊、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武松在这个地方已经一年了哦，那。接下来小说里面就描述了武松的一个整个样式哦，他这个整个身体呢，他说身躯凛凛，相貌堂堂哦。我们看这个前面的时候讲过说，这个鲁达看到了这个史进呢，一看哦，看到他这个长得这个非常魁梧啊，所以呢就说他是个好汉。那么宋江看这个武松的时候呢，小说里面其实花了很多的篇幅，篇幅比这个史进比前面的很多人都还多、哦、特别就提到说他这个也是一样，这个身躯凛凛哦，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蛮健壮的。然后呢，特别提到他的眼睛，虽然他是生病哦，可是他说这个一双眼光色含心，也就特别提到他的这个虽然生病，可是眼睛里面还是炯炯有神哦，这个。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哦、然后讲到他的这个这个说话谈吐、哦、说到他的这个骨健筋强、哦、这个整个都是在提到这个宋江看武松的时候，武松给他的这个印象。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写小说
的这个说书的人可以用直接叙述的方式来形容这个人是长什么样子啊。那么在小说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他人之眼，好，透过这个宋江的眼睛来看武松是长什么样子。透过了这些不同的人，像我们读《红楼梦》，他第三回去就透过了林黛玉的眼睛来看这个贾府的情况，他的摆设，然后每个人物进场的时候也是透过林黛玉的耳朵听到王熙凤的声音，看到王熙凤的穿着，看到贾宝玉的穿着，他的模样。所以这种用透过他人之眼来的方式呢，其实是构成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我们要怎么样跟一个人互动，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人，我们仔细去观察他，我们才会试着要透过这个第一印象来了解我们要怎么去跟他互动。同样的，小说里面也是透过这种方式哦。那因此这个宋江看完了这个武松的一个模样之后，他就留下了一个评语，这个评语就是果然是一条好汉。那么在这里面的都是透过这种看哦，他们其实在第一眼的时候就看了，就知道说，哎，这个对方是个好汉。那这个对方是个好汉，除了这个的确是从外在看之外，当然也因为他们是天罡地煞的这个命运的这个愈合哦，所以呢，当然也就会对彼此有比较深的印象。那么于是呢，柴进只是介绍说他是这个清河县的人，在这个地方已经一年，这个是一个很简短的认识介绍。那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柴进对武松的了解也就这样子或者是说他对这个人其实也就只有这样的介绍。可是武松面对这个宋江问说，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待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武松就比较仔细的去这个解释。那这个解释其实也就让大家了解武松的这个家世背景，以及他的整个在这个故事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生病了。好，那么在这里面他一开始就写到说，这个武松他一开始这个自道在自己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带出了很多细节。好，比如说一开始他讲到说他是在清河县喝醉酒，好，喝醉酒呢，结果就打人了哦。这个打人，这个他们这些108个好汉，每个都是血性方刚啊，所以呢，这个力气因为是刚煞转世，所以每个都是力气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在这个打人家一拳，其实就打的这个对方就昏沉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理解鲁达为什么三拳打死镇关西哦。这个武松也是一拳就把人家打昏了，他以为把人家打死了，好，因此呢就这个投奔到这个柴进这个地方。这里提供给我们一个讯息哦，就是说他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好，《水浒传》里面说的好汉都爱喝酒，他们是大口吃肉，这个大碗喝酒。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彰显这种好汉的这种豪迈的气势哦。那么酒就变成了他们这个共通的语言哦，每个人都很爱喝酒。那么喝酒了，就很容易误事啊。哦，这个在小说里面常常会提到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提到的是喝醉酒。好，那么武松很多事情都是跟喝酒有关系啊。他喝醉酒之后这个打人，喝醉酒之后打老虎这个喝醉酒之后这个很多的这种理智丧失了之后，当然会做出一些事情来齁。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他来到这个地方呢，结果后来才知道说啊，他这个当初以为把人家打死了，后来这个人没有死。所以他最主要是要回家乡去，因为家乡有他的亲人这个如果家乡没有亲人的话，也许他就会另觅他处了可是因为家乡里面有哥哥这个哥哥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先带出来说，武松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他的家里面还有哥哥，所以后面还会带出哥哥来那么结果没想到他回去之前染上了这个疟疾那么这个疟疾当然是这个即便是武松这么强健的这个汉子，也身体也是这个经不住，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养病，而且这也缺乏比较妥善的照顾，所以耽搁了一段时间。这里面其实交代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对于武松这个人物的形象也就更鲜明了。从一开始黑暗当中的那个呐汉子，到这里武松他的这个出身
以及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底子。有了这个底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来仔细再回味这段话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细节。这里面的时候，一开始这个柴进在介绍武松的时候非常的简短哦。那么如果今天这个人呢，这个武松如果跟这个他是跟柴进交情不错，他要把他介绍给宋江，肯定应该会讲蛮多他的这个好，或是他的一些特色或是什么的哦。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只简短的只强调了一点，已在此间一年了。那么所以宋江 我想宋江是一个很敏锐的人哦。宋江能够变成这个这么多人都敬仰他，这么多人都听到他的名号就这个倒地就拜哦，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宋江这个人其实是很懂得这种人情世故的，所以他肯定从这些话语当中听出了一些什么，所以他才会细细的去问武松说，那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透过了这几个对话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柴进跟武松之间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导致呢他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积极的要介绍他们认识啊。所以小说在讲完了武松的这一些桥段之后，他就带到这个柴进身上。小说呢就直接讲了，他说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很明显的告诉你柴进就是不喜欢这个人。那么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啊？他说呢，其实这个武松来的时候，来投奔柴进的时候，柴进也是像一般人一样对他这个接待，其实是还算不错的。可是呢，这个武松啊，只要一喝醉酒就会闹事哦。他喝醉酒了之后呢，就会这个动拳打人，因此大家都跟他不好，大家跟他之间有了隔阂，那这个肯定这些情况，这些事情都会传到柴进的耳中哦。那么柴进跟他也没有特殊的交情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也就逐渐的冷落了这个武松哦。那因此武松在这个地方也就这个只能够这个生病的时候也没有人照料哦，就是自己在这个地方哦。那这个疟疾当然，如果疟疾应该是蛮严重的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当时的医疗的情况，这个疟疾如果没有妥善医疗，要不是武松身强体健，肯定这个一命呜呼哦。那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了很明显的对比哦。那武松跟这个柴进之间也没有太明显的互动哦，这个都是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你可以仔细去看小说这些对话里面，往往是藏着一些细很仔。藏着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哦。所以这个就是从对话里面去带出他们整个情节推演的一个部分哦。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宋江他对这个武松其实注意到之后，也了解他在这个地方的处境之后，宋江其实对武松是非常的好的。一开始呢，他打算要拿出钱来帮他做衣服哦，你肯定这个武松在这个地方衣服也没有穿好哦，这个柴进没有对他好嘛，所以呢他肯定到了这个天气冷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做衣服或者是这个穿着也就没有这么的暖哦，所以他只能烤火啊哦。所以宋江是一个很好的人哦，他一开始就注意到哎，这个人在生病，然后穿着又穿得那么单薄，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帮他做衣服，好，拿出钱来。那么柴进当然这个看到宋江要掏出钱来，他说我不能用你的钱哦，所以他自己也就掏出钱来帮这个武松做衣服。好，所以是透过了这个宋江的一些动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宋江的这个对人是有多好，而武松当然能够感受到宋江其实这个人真的是好哦，这个人在江湖上有名，不是名不虚传啊。好，所以呢，这个武松在生病当中受到这样的照顾，当然对这个宋江也是非常的感念哦。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武松不是马上就跟他说我们来结拜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鲁达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阔气哦，在跟这个史进他们就很快就结拜了。可是武松不是哦，武松其实还在等一个契机哦，他这个并没有马上就跟他结拜哦。所以呢，
他们中间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再分道扬镳的时候，他才跟宋江结拜兄弟。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他是真心想要跟这个人结拜，他没有这个跟其他人的话，可能是迫于后来大家都是兄弟，所以就自然而然结拜兄弟。但是呢，对于宋江，宋江是真心对他好的人。那么武松就是这样一个直性子的人。这我们在后面看到谁对武松好，武松就会这个非常的这个努力的涌泉以报。所以这个武松的这个性格上面其实非常的这个直率，也非常的这个憨直。那么这个憨直当然有好有坏，因为我们到后面读到后面可能会看到说，觉得说这憨直很容易被利用，这也是 一个缺点。但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部分就是他那种非常直率的性子。那么让我们看到了武松的这个内在。那么小说前面花了这个一小段的一个时间来讲他 的这个出场，让我们认识了武松这个角色之后，那当然你就要进入到这个这个最精彩的条段，就是我们这个在讲这个武松，离开了这个柴进这个庄园，然后宋江送别了之后，那么他就一路准备要赶回清河县，那来到这个中间，当然这个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因为古代的交通没那么方便，所以中间呢，当然遇到了酒店，遇到了这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也就会停留。那么这一天他就来到了这家酒店，这家酒店有一个招旗，其实就是那个招牌。那么宋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这个很多用布来做这个扛棒，那其实就是上面写一个酒啊，或者写一个什么。好，让你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卖酒的或是卖东西的地方。而这里面的招旗写的很明显，它是写说三碗不过冈，这家店它特别标榜是它的酒非常的出色，非常的这个浓烈，那么所以这个武松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这个筛了三碗酒，那么这个喝了这个三碗酒之后，他就想要再喝，这三碗酒当然对武松来说实在太少了，所以呢他就准备这个召唤这个小二，这个酒家，跟他说我要再这个再喝酒，这个酒家当然就是很仔细的跟他解说，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叫做三碗不过冈，那么这个三碗不过冈是一个怎样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先告诉武松，我们这个店就叫三碗不过冈，就告诉你说你已经喝了三碗了，已经到了你还要继续往前走的话，那你当然就不能再喝了。那么这个武松当然不知道，外地来的人，所以他就说怎么就叫做这个三碗不过冈，是这个武松其实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可能觉得这个酒喝起来也就这样子，怎么 会特别的感觉这个这个店家好像很担忧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稍微的岔出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唐宋时候的酒跟后来的酒其实不太一样的，是因为唐宋的时候它的酒的这个酿造技术还没有很好，也就是说它还没有所谓的蒸馏酒的技术，蒸馏酒的技术大概要到元代以后，才有，所以在唐宋的时候喝的酒呢基本上它都不会太烈，那么除了不会太烈之外呢这个酒里面呢因为会有酒糟，所以呢上面会有一层绿绿的这个酒糟，所以我们如果读白居易的诗，他就会写这个绿蚁新醅酒，那么新酿好的这个酒呢上面是有一层 绿绿的，这个酒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读水浒传，他倒这个酒都不是说我倒了三杯酒给你，他会叫筛了三杯酒，要把那个上面的酒糟给过滤掉，所以叫做筛酒，那么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他会说又筛了三碗，就是筛这个酒。那么唐宋时期的这个酒基本上都不会太浓烈，那这家的酒呢稍稍的比人家浓烈了一点，我们以前如果读这个李白的诗， 读很多人的诗都说啊这个喝醉酒，其实这个唐宋时期那个喝醉酒的时候是一种精神状态，不是真正的喝醉，因为
古代的酒真的可能是蛮淡的一个情况。武松喝这个酒呢，他就觉得这个喝了三碗了，但这个酒可能对别人来说稍微烈了一点，可是对武松来说觉得好像还好。这个店家就再一次的强调，他说我这个酒呢是老酒的滋味，是这个酿造的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好，别人呢喝了三碗，好，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喝醉了。所以呢，这个你要过这个缸的话，这个可能会遇到老虎，这个景阳缸，所以呢，他就喝只能限定他喝三碗，就不能再喝了，哈。那么，对武松来说，武松觉得这个酒喝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啊，哈。对他来说，即便稍微烈了一点，但是呢，他闻他有特别去闻，哈，他觉得这个的确是比别人的稍微浓了一点，但是对武松来说还好，因此他又这个不断的三碗三碗，而且他还掏出钱来告诉你说我就是有钱，哦，那么可是这个店家不断的，这个店家其实是很好心的，店家跟他讲说我知道你这个有钱啊，但是你这样喝太多了。好，那么这个武松呢就觉得非常啰嗦，哦，他觉得我就是要喝酒，而且还要切肉，哦，继续喝酒吃肉喝酒。好，那么这个小说呢就写到说这个武松整整喝了这个十八碗，这个十八碗的这个数字，这个在七十回本跟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有出入，哦，因为在一百回本跟一百二十回本都只写十五碗，哦，武松呢又多喝了三碗，哦，在七十回本金圣叹给他多加了三碗，哦，要强调说他真的喝了很多很多，哦，别人喝了这个三碗之后，哦，那么大概也就这个酒气上来，哦，那么这个时候呢喝到了这个十八碗之后，哎，武松可能也真的有一点这个酒醉的 一点感觉了，可是他还觉得还好，于是就准备要离开，要过这个景阳冈。这个时候店家还特别阻止他，哦，他就说我看起来就没事啊。这店家有特别交代，酒的后劲很强，哦，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店家跟这个武松之间的这个对话，哦，其实是非常活灵活现的，这店家非常好心，努力的在劝阻这个武松。但是武松呢这个人呢其实就喝醉酒，他这个整个这个脾气也上来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店家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企图，所以他在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你有蒙汗药里面我也是闻得出来，这个也讲到说这个我就是要过去，他甚至于认为说这个店家是不是就是做黑店，就是这个想要把它做成这个人肉馒头，所以要把它留在这个地方，一直说山上有老虎，山上有老虎你就会留在这个地方住一晚，他就能够赚钱了。所以呢这个武松呢就是这个各式各样的疑心，哦，你是不是有蒙汗药，你是不是要害我，你是不是要怎样，其实某个角度其实是在激怒这个店家，所以店家也就无奈就想说好吧你要走就走，哦，那么这过程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其实都是在铺成一个气氛，这个气氛就是什么，武松不知道或是还没确认说山上真的有老虎，但是店家他们这些人都知道山上有老虎，所以呢店家极力的在阻止他，哦，那这个就后心谋累金，哦，所以这个武松一直完全就是状况外，他就是完全不想要听从这个店家的一个说法，哦，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呢他就上山了。那么小说这个地方其实就用了一个这个三叠式的结构，从这个店家劝阻没有用，武松呢就往上走，走了一段路之后就看到有一棵树，树的树皮被削白了，这个树皮被削掉了，然后露出白白的这个树干的这个部分，写了字告诉你说这个山上有老虎。好，那么这个等于是第二叠，就是店家说有老虎，到他看到树上有老虎，写说有老虎，武松不相信，武松觉得说这个一定又是店家的把戏，哦，所以这里面呢一再的讲武松不相信，他不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哦，那也就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到后面那个武松的那个转折才会很明显，哦，结果武松再继续往上走呢就看到了真正的前面那些可能是人写的，可能是人说的，可是再往上走他就看到了印信榜文，啊，这个就骗不了人，这是官府的啊，官府公告，
告诉你说这个地方真的有老虎，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从这个店家的口说到这个树上的非正式的文字，再到官方认证的文字，逐渐的告诉你说这个老虎是真的有。好，武松从不相信，从这个怀疑，再到看到了印信，他终于相信了。哦，这个地方是真的有老虎。好，那可是真的有老虎又怎么办？哦，这个时候，这个武松呢，小说里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读小说或者读文学作品，常常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刻板印象，而且武松打老虎打得很，这个表示他非常的神勇啊。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觉得说好像武松就直接上去了，哦，但事实上不是。小说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的是，武松也是人。《水浒传》最好看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会把这些英雄好汉给神化，哦，他们也就是一般的人，只不过比人家的力气大一点而已，哦，比人家的这个血性更强一点而已。他们也是人，也会有害怕的时候，所以呢，武松打了人，以为打死人他就逃走了，有没有？这地方也是一样哦。武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这个印信哦，印信榜文哦，这个官府官方认证的公文哦，告诉你说真的有老虎之后，好，方知端的有虎。好，这个武松这个时候终于确认有老虎。好，这个就是小说里面很常用的三叠式结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们读小说很常遇到这个情况，哦，比如说这个孔明三气周公瑾，就气一次就好了，干嘛要气三次？气三次呢，就能够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哦，让你增加那个故事的张力，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哦，整个那个张力就很足够了，哦，就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哦，就是打一次就好了，为什么要打到三次？就告诉你它非常狡猾，哦，各式各样的来消磨悟空跟三藏之间的彼此的信任。好，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也是用一个三叠式结构来告诉你说，我在这个地方从不相信不相信，终于武松相信了。相信了之后呢，有老虎怎么办？这只要是人应该知道人怎么能够跟虎，哦，所以呢在这个之前，人跟虎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哦，我们要假设，哦，不是假设，是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想要去跟老虎打，哦，都是不得已。《水浒传》里面跟老虎打的部分呢，很多都是不得已，比如说武松他是遇到了不得已一定要跟老虎打，你不跟老虎打就被吃掉了。李逵跟老虎打是因为悲愤交集，因为老虎把妈妈给吃掉了，所以呢，李逵非常的悲愤，在那个当下他也顾不得他到底能不能打得赢老虎，他就是直接上去跟老虎拼命了，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不是他们愿意去打老虎，哦，那所以武松呢也是人啊，所以他看到了有老虎，确认真正有老虎之后，小说里面写到说玉带转身再回酒店里，哦，这个武松就是跟我们一般人的正常反应一样，哦，这个山上竟然有老虎，那当然我们就回去了。好，可是这武松毕竟是英雄好汉，哦，前面又把话都讲得很满，一直不断 的奚落这个店家，然后一直说店家在骗他，这个店家呢，这个讲到最后，这个都已经这个没有办法阻止他了，哦，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武松回去了，啊，这个跟店家讲说，我终于相信你真的有老虎了，这不就漏气了吗，哦，所以呢武松他这里面小说就透过了这个寻思，啊，就是武松自己的内心的交战，哦，他说我回去的时候须吃他耻笑，哦，这个回去的时候肯定会被这个店家笑说，你看这个刚才不听我的话，所以这个现在终于知道真的有老虎了，哦，那你还是回来了，哦，那这个当然就这个面子上挂不住，所以他说难以转去，哦，这样子的话这个被人家耻笑啊，于是这个又想了一回，哦，所以他这里面的这个先想到说这个很想回去，哦，有点想回去，但是呢一转身想到了说回去会被笑，这个面子上男人的面子，哦，这很重要，然后就不愿意回去，所以就想说好吧，我就硬着头皮上去，好，怕什么，
哦，他就上去看看，哦，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人物的一个形象就很鲜明，哦，他那个转折的一个过程，哦，整个人物的他不是那种很单一的就告诉你说啊，我就上去然后就直接打老虎，哦，这中间有很多的这种不甘愿，这个不是他愿意要上去的。上去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武松呢一开始是戒备，哦，这个既然山上有老虎当然也就要紧张，哦，会比较戒备一点。可是呢这个没办法，他酒喝太多了，哦，这个店家告诉他说这个酒是有后劲的，一开始可能武松还没有什么后劲上来，哦，可是呢越走越走，这个身体在动啊，这个酒气就上来了。所以武松呢在这个路边，在这个石头旁边，他就准备要坐下来，准备要坐下来，这个酒气上来都快要睡着了，哦，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小说都只写到这个地方，我们大概也跟着武松一样快要睡着了。哎，这个时候呢紧张的气氛就出现了，一阵风过去，哦，这个老虎就出现了，哦，他说一阵风过啊，这个老虎的这个动作非常迅速，哦，然后呢扑的一声，哦，有这个声音，接下来呢一只老虎出来了，这个老虎非常大只，哦，这吊睛白额大虫，哦，就是一只大老虎就跳出来了。这时候武松看到了之后，他叫了一声哎呀，哦，这个武松，我们说武松是人啊，所以武松也是会被吓到，哦，他看到的老虎不是这个就翻身上去就把人家打下去了，武松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时候先吓到，哦，他这个喝醉酒，这个准备 要快要睡着的时候老虎出现了，哦，所以呢他马上把这个哨棒，哦，他手上有一根哨棒拿在手里面，哦，闪在旁边，哦，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武松被这个老虎这样一下，酒呢都醒过来了，哦，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读金圣叹的这个七十回本，他其实如果这个在这个哨棒，每一次出现哨棒的时候，他旁边都一定会加一个旁批，哦，然后就告诉你说是第几次出现。在小说里面其实是不断强调这个哨棒，如果大家在读的时候仔细看那个原文的话，他会讲说武松拿着哨棒，哦，拖着哨棒，哦，拿着这个不断的讲提到他手上有这个哨棒。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哨棒？因为这个哨棒看起来很重要，哦，可这个哨棒呢拿在手上是武松唯一的武器啊，哦，这个武松还没有用拳头之前，这个哨棒是他最可以防身用的，哦，所以他们走在外面可能身上都会拿着一个棍棒，哦，那这个当然也是最平常的，因为如果你要拿一些铁制的这些冷兵器的话，可能需要钱啊，需要什么，哦，是要去买。像我们讲林冲的时候，他去买那个尖刀，他就是必须要去店里面买刀子，哦，就他们身上其实都不会有一些这些冷兵器，哦，那么所以最容易拿到的就是这种哨棒这一类的棍棒，哦，其实我们如果看早期，这些西游记的早期的这个还没有到明代以前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面，悟空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拿什么九齿钉耙啊，什么金箍棒，他们真的就是拿棍棒，哦，那么是到了明代之后，这个铸铁技术比较好了，哦，冶铁技术比较好，所以有很多的兵器他们在战场上会运用到，所以在小说里面也把它加上去。好，那么所以我们看《水浒传》的时候，他在这个武松，毕竟这个虽然这个柴进跟宋江都有给他钱，哦，但他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所以他带着一个哨棒，哦，这个哨棒呢，在写强调了这么多次之后呢，哦，那么遇到老虎，那是当然手上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这个哨棒，所以呢。这个武松呢 拿起这个哨棒呢就往这个老虎身上，他说尽平生气力只一棒，就给他打下去。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打下去之后呢，这个听到了这个声音啊，哦，这个打在老虎身上的声音跟打在其他地方的声音当然不一样，可是呢他听到一声响之后呢，哦，没有这个叶子呢掉下来，哦，很多叶子掉下来，他定睛一看才发现他准头不对啊，这打没有打到老虎，他打到了什么？打到树上。打到树上不打紧，这个棒因为他是这个用他平生气力一挤啊，这个棒子呢就被打断了，哦，
唯一的一把武器，这个被打断了之后怎么办？哦，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小说的一个叙述，你就发现越来越紧张。老虎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跟武松一样跟着吓到。好，那这个老虎的各种的动作以及武松的各种闪避，我们很紧张啊，很紧张，说这个武松会不会被抓到，会不会被老虎吃掉？好，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好，他就回到了武松的视角，他准备要用他的这个最强的武器哦，这个哨棒。就我没想到这个哨棒呢，在这个地方呢，打到了这个树上，这其实更增加了他的这个紧张的气息。好，就是说这个哨棒断掉了，这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这不是很荒谬吗？你唯一的武器就这样折掉了。好，结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正是因为这样，你就可能更紧张了。他现在手上没武器了，怎么办？好，但小说就是要告诉你说，这个时候武松才能够意识到他真正的武器是什么，就是他的拳头。好，因此武松骑到了这个老虎头上之后呢，他就对着这个老虎就猛打。好，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了什么，因为这个老虎如果把他甩下来就会咬他，所以呢他只能死命的抓着老虎死命的打。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肾上腺素上来，所以武松当然就是这个打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打到后来这个老虎都已经不动了，老虎被他打到这个地板里地上，而且打到这个老虎都不会动之后呢，武松就从这个老虎身上下来。下来之后，小说里面其实做了一段很有趣的一个描写。他说这个武松呢放了手之后，放了手不是说这个老虎这个打完了老虎他就走了或是怎么样，武松呢他马上去找那个已经折掉的棒子。他折掉的棒子呢怕老虎没有死掉，他怕说这个老虎是不是只是被他打晕了而已，所以呢就像这个地方其实就刚好呼应到他前面之前一拳把人家打昏了。好，所以他想说这样子打是不是老虎只是昏去了，要是老虎没死怎么办？好，因此他把这个棒子拿来之后又打了一回。那这个动作其实蛮好玩的，就这个棒子在前面呢，它的这个作用，真正的作用就是本来是要拿来打老虎，结果没有打到，是老虎被他打完了之后他拿来做试探。好，本来这个看起来是很好的武器，后来就变成一个只是试探的武器哦。那这个老虎的确真的被他打死了。好，这个武松也是个人啊，他也是会害怕，所以他不是用手去探这个老虎还有没有气，是用这个棒子去敲一敲看看哦。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武松就想一想，这个终于把老虎打死了，为民除害啊，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我把老虎拖下山去，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老虎已经死掉了。结果这个时候他要去拉老虎的时候，才想到说，哎，这个怎么拉不动？因为这个肾上腺素上来，他在打老虎打完了之后呢，整个力气都用完了，所以呢，这个手脚都酥软了，整个没力气了。我们在读小说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武松的等于是用尽了力量之后，打完老虎之后，那么他终于这个坐倒在地上。小说里面其实写这样一段的过程里面，其实呢就是要凸显武松这个人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他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心境上的转折这个水浒传的小说这个小说写人物的时候有很多转折。我们上一次在讲林冲的时候光是草料场那一段就可以看到了说林冲他不断的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遭遇，所以导致这个没有被火烧到也复仇了。武松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这个很仔细的在写，其实就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小说不马虎他写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他打老虎而已，而是在武松打完老虎之后，他其实力量用尽了，他也就是一个平凡人那因此武松既然拖不动老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还是要下山因为这个全身都是血啊，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力气也没有了，他也不知道这个过去还有没有危险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下山的路上，小说里面又来了一个这个神来一笔这个时候呢他走了两里路呢，看到了这个草丛里面又跳出了两只，钻出了两只大虫，两只老虎
这个时候呢，这个武松又叫了一声，这个哎呀，这个我金幡罢了。这个时候武松就觉得完了，这一次前面这个打老虎已经打到力气都没了，这个时候再出现老虎怎么得了、哦、因此、这个早就已经这个吓死了、哦、这个没想到这两只老虎呢原来不是老虎啊，是人、哦、他站起来之后只是因为他们把这个老虎的皮披在身上，看起来就像这个老虎一样、哦、事实上并不是老虎，是人。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有一点这个小说的一些趣味。如果你想看，你今天是一个听说书的人，你一定听得很紧张啊，听到这个武松打完老虎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呢又钻出了两只老虎，这所有的人大概也跟着紧张起来。好，那么肯定会想说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今天你是武松、这个肯定是打不赢的、啊、但是呢这里就交代了说武松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终于也知道说这个了解到说这个其实就是一般的猎户、啊、那这个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之后，那么故事情节就交代了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大家把这个老虎到这个抬回去，那么也就真正的确认了武松是这个打虎英雄。那么既然是打虎英雄，好，那么这个县令阳谷县的县令就要留下他，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好用的人、这个做捕快要去捉拿这些罪犯什么的，当然需要这种孔武有力的人打击犯罪、那所以呢就把他留下来、那这里面也就交代了武松为什么会到阳谷县的这个经历、那么要回这个青河县经过阳谷县、那最后留在了阳谷县，这个是始料未及的情况。但是呢小说其实就是告诉你有很多的巧合，这个巧合就是说这个武松因缘际会来到了阳谷县，他的哥哥也是因缘际会就来到了阳谷县，所以兄弟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相遇。好，那这个小说里面的这种巧合其实就是告诉你说他故事要从这个地方再继续延展下去。那我们从一开始看到武松的出场，他怎么介绍这个人物，再到他怎么去打老虎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凡人、他还会生病，他也会有被受到排挤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真情流露，也会有他这个喝醉酒、有犯糊涂的时候，也会有他逞强的时候，也有他遇到了老虎、这个吓到了、也会叫出来，也会害怕，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水浒传在写的时候他不是要造神，这108个好汉都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读水浒传的时候才会觉得他是好看 的这个小说、相较于、这个红楼梦来说，当然他的人物还是非常的平面，可是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个角色的重要的几个角色其实是有他的一个整个故事线、在发展、那我们这样子读的话，你就能够读到比较仔细的看到它之间的这个描写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武松竟然来到了阳谷县当这个县令、这个捕快、这个当差，当了一段时间之后，路上呢就遇到了他的哥哥、这个哥哥主动来相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哥哥为什么会来到阳谷县？他们不是住在清河县吗？好，小说就要花篇幅来交代。好，所以这里就这个划分两头，就开始交代武大郎跟潘金莲 的这个故事。好，那么小说里面其实我们如果看整个水浒传，它的一个小说有一个撰写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其实不只是武松、放在很多人其实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状况。好，比如说以武松这样的一个充满正义的人呢，他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有时候是他自己遇到，有时候是别人遇到、像比如说他这个林冲就是自己遇到、遇到这种不公义的事情。武松的话呢其实是他的哥哥、遇到了不公义的事情就被害死、那所以呢他就会因为这个愤怒、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最常出现的两种情绪，一种是焦躁，他们的性子都比较急，比较急就容易 会做下一些事情、那么愤怒呢则是因为面对不公义的时候，
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时候，那么愤怒会变成一种驱力，来驱动他。好，那么借由这个愤怒呢，来透过施行正义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复仇，或是完成这种正义的程序。而相对的，这些故事当中小说里面的这些邪恶的人、犯罪的人，他们通常呢在故事的叙述的过程当中会这个步步进逼。好，我们看到了这个看到了林冲的对比，就是林冲遇到了这个高衙内，这个把他陷害他就算了，不仅陷害他，还要在路上害他，害不成呢还要在沧州进一步的再害他，所以呢一再的来这个逼迫他。好，那么当然故事最后也就要呈现他被这个愤怒正义的人遭受迫害，所以他的愤怒会让这些邪恶的人遭受毁灭的这个结局。好，那么几乎我们如果在读小说的时候，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几乎很大部分的角色都会遭遇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我们读者呢，作为读者，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些情绪。我们看到林冲被逼上梁山，我们看到武松受到逼迫的，受到后面受到这个迫害，张都监害他的这个过程。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愤怒，我们会同情共感。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入戏很深，我们会跟着这些角色同样的愤怒，感到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也会看到了古代社会里面很多种种的情况，进而我们能够同情。这个同情呢，也就能够同理他在这个愤怒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他可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们可能放在法律的这个层次上面来看，会觉得说不能这样子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或是怎么样。可是我们放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过，在古代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会因为权势，会因为你看遇到了官员，比如说林冲那个孙佛儿不是讲的，孙定就讲说这个开封府是高太尉家的，因为遇到权势就转弯。在武松的这边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说，这个很多人畏惧西门庆的这个权势，所以呢不敢讲，不敢发出声音，不敢告诉武松，不敢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身为读者在读这些场景、这些情节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会有这个愤怒的情绪，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进而我们可以同情武松用这种方式来复仇，用这种方式来实践他的正义。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读古典小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同理，可以同理同情他的这个作为。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不得已的情况，那当然如果放到现代社会的话，当然这个就不合法律嘛，有法律途径，有正当途径的时候，就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所以我们如果放在现在的话，我们用现在的一个法律知识去看的话，就会觉得当然不可以啊，怎么可以杀人，可以怎么样，就会用这样的角度去看。那这个是我们读小说跟我们遇到现实社会还是会有差异的一个情况。那么小说里面就要开始来交代了，他交代说为什么哥哥会来到这个地方。他先不讲哥哥，因为这个重点在哪里，这一节的重点是在潘金莲这个角色。好，所以呢，虽然这个武大郎来跟这个武松相认，可是呢他要讲的其实是武大郎为什么来，为什么来，当然就要牵涉到潘金莲，潘金莲才是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所以小说在这个地方就岔出去开始讲潘金莲的故事。潘金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潘金莲他一开始他是一个这个侍女、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婢女、就是一个工作、等于就是比较底层的这个女性。好，那在这里面的这个大户人家呢，对她这个有一些这个毛手毛脚，要缠她，因此呢，她就去告诉这个夫人，这个老爷对她这个怎么样。因此这个老爷这个大户人家当然就对她非常的记恨于心，所以呢就把她给卖掉。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在古代社会里面，这些丫鬟、这些婢女、这些人、其实是他的这个等于像是大户人家的财产一样，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就为了要惩罚他，所以他就赔了一些嫁妆、这个房脸就嫁妆，然后把他送给了这个武大郎，要羞辱他。那武大为什么要羞辱他呢？这个为什么要嫁给武大郎？因为武大郎的这个身材短矮、小说里面有特别提到，他这个人呢身材短矮，也长得不好看、这个人物为吹、就是长得这个面容身材各方面都不好、然后呢 也是一个 不懂风趣的人，然后这个不会风流、在各方面都不好，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不起眼的一个人、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大户人家其实就是要惩罚潘金莲，所以呢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她嫁给了送给了这个武大郎。好，那么在这个武大郎娶到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娶到了潘金莲之后，那么这么漂亮的妻子，那肯定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揶揄、就会说什么这个鲜花插在牛粪上啊，或者怎么样，有各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特别写到了说这个不仅是别人来羞辱武大郎，潘金莲呢自己呢也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出轨的举动、那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特别的交代说他跟这些浮浪子弟们之间的有一些互动、那么传统的价值观里面其实会特别去写到说水浒传里面的这些女性为什么会被杀掉、那么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会特别去着重在他们的这个色欲或是这个出轨的这个面向、不管是这个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或是谁、四个水浒传里面四个被杀的这个女性都是因为出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杀、那么虽然说我们看到说小说里面写出轨，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女性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 也可以注意到说这个她为什么会出轨、就是我们去了解那个结构性成因啊，就是说潘金莲为什么会出轨，小说里面也有交代、正因为武大郎、在各方面其实都跟这个都不是潘金莲她心目中理想的这个对象、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出轨、这个是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潘金莲这个角色，跟传统用这个色欲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其实如果用现代的这个在现当代文学里面其实都会站在比较同情或是重新理解潘金莲的角度、像这个李碧华的小说或是在电影里面对于这个潘金莲的角色都会赋予他新时代的意义。当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其实站在小说的那个时代的立场，他就会认为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会用这个杀戮来当作是一种惩罚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潘金莲的被嫁给了这个武大郎之后，那么武大郎本身他身材矮小，然后又不擅长言辞、这个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懦弱的人，所以呢当别人在这个嘲讽他的时候，说什么这个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这大概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样子的话语、所以呢当然这种羞辱对一个男性来说，即便武大郎身材不高大，然后也非常的这个矮小，但是呢他还是有他的尊严、所以他就离开了清河县，来到了这个阳谷县。那么在阳谷县的这个地方呢，他们就这个租房子、在这个地方住，那继续卖着这个炊饼、那么这个炊饼大概就比较类似我们现在的馒头、就是透过这个蒸煮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武大郎每天就是卖这些炊饼，这是他的职业、在这个地方也交代了他的职业、那么武松在故事呢简单的交代了潘金莲跟武大郎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这当然是因为潘金莲的缘故、
那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武大郎看到自己的弟弟，当然非常开心，弟弟看到哥哥也非常的开心，因此他们就准备这个要哥哥要带他回去家里哦，来见这个嫂嫂。当然这个武松也有点吓到，因为这个才这个一年不见，没想到多了一个嫂嫂出来哦。那因此他们就回来之后，这个潘金莲呢也讲了很多的场面话，就说啊这个听到说有什么打虎英雄，有什么没想到就是自己的这个叔叔哦。那因此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客气了之后呢，就接下来就透过了潘金莲的视角，这个视角呢，就是潘金莲的欲望，其实透过他的视角来展现哦。那我们就跟着潘金莲这个视角来看，他对武松是怎么看待的，他的欲望是怎么展现出来的。所以他就讲到说，他看到了武松这个这号人物之后呢，他就特别讲到说，明明就是亲兄弟，可是呢两个人差很多哦。一个呢是这个三寸钉骨树皮，这个三分像人七分似鬼，好，那么这个就其实就特别的去讲到武大郎的这个不起眼，好，那么两个人一对比之下，好，那么武松呢就非常的这个身材非常魁梧，两眼炯炯有神，身强体健，好，而且呢还打倒了这个老虎，所以他说大虫也吃他打倒了，好，必然好气力。好，这个其实就有一点这个充满了一些欲望的这个的一个描述在这个字里行间，好，但是小说其实写的是非常的含蓄的哈。然后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这个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潘金莲透过这个姻缘呢，宋代喜欢讲什么这个好姻缘坏姻缘哈，在诗词里面常常用这个来形容啊。那所以他觉得是这个姻缘呢，其实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啊，就在这个地方。因此他就透过了这个问答，好，透过了这个问答里面呢，来确认一下武松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情况。因为武松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一段时间了，好，所以呢，潘金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开始跟武松有一些对话。第一次对话呢，其实是要交代，要询问武松来到这里多久了。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呢住在哪里，有没有人照顾他，现在几岁了，各方面的这个身家调查，这个其实就先这好像这个我们在这个交友这个征友的时候会了解，要了解对方的各种的家世背景啊，还有他的年纪，他的职业有没有正当的工作，那其实这个前面这个部分呢也等于是潘金莲对这个武松的一个基本认识，他觉得这个人不能只有外表好看而已啊，他要知道这个人的更深一层，更多的认识这个人，所以呢他就调查他的身家，调查完了之后呢就顺理成章的讲说，那不如反正都是一家人嘛，你就搬回来家里住吧，那也好照料，而且呢你一个大男人，一个男生呢肯定是不会照顾自己，那么这个回来一起吃饭的话，他可以煮饭哦。那么也这个衣服破了也有人补啊，然后各方面的哈、哦。那这个当然是在这个传统社会里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有没有人家里有没有人可以照顾啊、这个女性啊、女性要做的几件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打理家务、煮饭哦，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缝衣服、这个我们之前在讲林冲的时候有说过、这个李小二的太太帮他换洗衣物，帮他缝衣服做衣服、那其实这个在古代的话是女性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潘金莲在问了这么多事情之后、那么其实也就讲到说，这反正就是来到家里他可以多就是多一个人、可以照料他的这个生活起居、因此呢武松也就搬回来这个家里面。好，那这个是第一次的对话。这次的对话里面其实是让这个潘金莲更了解武松的这个整个身家状况。那么当这个武松搬过来之后呢有了第二次的互动。这第二次的互动呢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潘金莲呢本来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睡很晚的人哦，可是呢武松竟然来到家里了。我们看到这个潘金莲呢早早就起来，因为武松是这个衙门的这个公差嘛，所以呢当然一大早就这个要去
工作了，就不能够这个太晚起来。那么潘金莲呢，平常肯定睡得很晚。小说里面写到说，哎，听到了这个武松的动静，潘金莲赶快起来，开始这个做了很多的事情之后，那么这个还把这个吃的东西，还有这个等于是在要服侍这个武松的这个早起的这个起居哦。那么饮食的这种侍奉跟生活起居的这个部分呢，武松就觉得好像太超过了逾越的那个俗少不相通啊，所以呢，这个跟嫂嫂之间的关系似乎太超过了一点，所以武松呢，是一个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那个正哦，刚才讲说阳至之正，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啊，所以呢，这个是嫂嫂跟叔叔之间那个关系必须要有一个礼啊，礼仪是必须要拿捏得住的，所以我们看到武松在这里面的很多的动作是很有他的这个拿捏的，他武松只要嫂嫂对他太好，他都会觉得说，哎，这个不需要这样子哦，或者是说小说里面就会形容武松呢，眼睛不看着嫂嫂，好，这眼睛如果看着嫂，眼睛会这个泄露了很多的秘密哦。那么在这个礼仪当中呢，其实眼睛不对视，这个当然也是这个是他是晚辈嘛，哦，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武松都避开了潘金莲的眼神，他要么就低头，要么就是。这个避开或者简短的交代一两句话他就离开了。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家里面这个潘金莲的动作有时候真的太明显了。今天我们如果看小说里面他们吃早餐这个吃饭的这些场景，今天如果你是武大郎你在旁边会看不出来吗？这个也许我们也许可以去想这件事情，如果在那个场景当中那个情境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武松这个人他能够让武大郎相信就在于说他是一个会拿捏分寸的人，因此我们看到武松要么低头要么避开，尽量躲开了这些种种 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样子一个描写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武松这个虽然他也是一个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出理出气的人，可是至少在理的这个方面还是有他的这个底线在的。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其实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哦，武松是略士几个字，鲁达是不识字的啊，他是军官出身，所以他在那个看那个榜文的时候通缉犯的时候，那个金家富那个父老不是把他那个拉到旁边，就说这个鲁达，就不知道说那个榜文就是他的通缉单哦。但是呢，武松是识字的啊，武松识得几个字，所以他看那个树皮上面的字，他是看得懂的，看那个印信榜文也是看得懂的。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武松的这个教育程度各方面应该是比这个鲁达稍微再好一点哦。那么虽然说大概不到能够写文章，但是能够略识几个字哦，那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教育程度稍微有好一点，说他知道之间的那个理的那个分寸。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小说里面写到说，武松在这个生活，他其实小说里面其实写得很精细的啊，他每天出去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个回来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小说写这么多，其实就告诉你说，这个不是短时间，他们之间有相处了一段日子。这段日子里面，肯定潘金莲可能有很多的各种动作，但是呢，武松呢都是躲开了，各种的这个回应呢，好像一种攻防一样哦。那么直到了这个第三次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小说里面写到了潘金莲主动来色诱这个武松的桥段。这个诱惑呢，其实是等于算是一个试炼哦。如果我们把《水浒传》当做一个道教小说的话，道教小说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试炼啊，比如说《西游记》，《西游记》的试炼里面啊，像如果我们看三打白骨精啊，这个白骨精化成了这个美貌的这个少女啊，来色诱这个唐僧他们啊。那当然，这个第一次之后，这个被悟空打死了，他就变成了这个老太太，又变成了老翁。好，透过了人的恻隐之心来测试，这个其实就是
道教里面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试炼。好，那么这种试炼其实就是修行的一部分哦。因为我们如果把用这个前面暴力修行的这种观念来看的话，它在这个试炼的过程里面，就是你能不能经得起色欲的诱惑，好，各种权位啊，各种欲望啊，它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试炼。而在这里面的这个试炼呢，就是色欲。当英雄好汉面对色欲的一个试炼的时候，他怎么去拒绝？好，正因为他能拒绝，才能够成就他成为英雄好汉的这个重要条件。好，那么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潘金莲他有种种的细节的描写。他先写到说，这个潘金莲呢，先洗手剔甲，这手要干净哦，手白白的。好，那么这个手白白的，当然也就充满了一些给人家很好的印象哦，那或者是说充满了一些欲望哦。那么所以呢，一开始他先写到了小说里面写很精细哦，这一段呢，他其实就是用大幅度的这个特写来写。好，潘金莲他从这个手，好，手的这个洗手哦，这个洁白的手哦，这个来看。好，再来呢，写到了这个纤纤玉手之外，写到的是言语上面的挑逗。好，他这里面不断的透过各种的叔叔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好，让这个好像从这个声音上面，从称呼上面，从话语上面来不断的加深进一层的这个诱惑。好，接下来呢，他就进一步的使用了色诱的这个招数哦。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梳胸围露，然后这个云环半朵，这头发，这个云环半朵，朵就是有点垂散的情况。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好像多了一些风韵，那就有了一些色诱的一个步步进逼哦。我们看到这个潘金莲一步一步的哦，从这个手到这个言语到身体。最后呢，他就主动出击了，他就去捏了武松的这个肩胛。这个时候就有肢体上的接触，前面都还只是一种氛围。这个时候他主动的这个示意了。好，那么最后呢，则是等于算是一个暗示。他拿了那个酒呢，喝了一半，然后跟他说，你要不要喝我这吃我这半盏残酒？好，那其实这个当然就是一种邀约啦，当然我自己写说间接接吻，这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好像是间接接吻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我们放回到《水浒传》的语境里面，酒是色媒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吃酒，喝茶吃酒在这个《水浒传》里面，它是有一种这个色情的含义的，所以它这里面其实就很明显的，等于是在挑逗他，在色诱他。可是我们看到武松毕竟是正人君子，武松一开始在这个嫂嫂不断的这些言语的诱惑里面，他再一次的把头给低下去，他知道说这个嫂嫂这样子的作为其实是不合理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当这个嫂嫂更进一步的有很多的这些动作的时候，这个衣服啊什么穿着很暴露啊怎么样的时候呢，武松已经有不快意了。这时候武松已经不回应他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在愤怒了，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好，那么这样的过程，这个是对哥哥的背叛，怎么可以这样。到最后这个嫂嫂这个对他捏他肩胛什么时候，他已经有这个焦躁就是快要发作了。可是呢，这个是嫂嫂，这个很不好意思把人家直接打下去，所以他说很焦躁不作声。好，最后当嫂嫂拿着酒来给他，问他要不要这个接受他的诱惑的时候，武松呢就把酒这个打在这个地上，而且呢痛骂了他的嫂嫂一顿，他骂这个嫂嫂不知羞耻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武松在这个试炼当中，武松是通过了这个试炼。这个色欲的这个试炼呢，武松在这个身为好汉，他是要拒绝这样的一个试炼哦，要拒绝这样的色诱，所以呢，武松呢这个非常生气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了之后，我们也看到潘金莲的反应呢，也是恼羞成怒。这个恼羞成怒是怎样？
是有一点这个见笑转生气哦，见笑登羞气，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武大郎的面前告状，告这个弟弟对他有这个非分之想哦。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说，武大郎是不相信的，武大郎比他更了解这个弟弟，因为潘金莲跟武松的相处也才这短短的时间，可是武大郎是从小就跟这个弟弟在一起的啊，他是了解这个弟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所以这个他是了解这个弟弟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不相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武松也没有解释哈，武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我们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呢，会知道说他有委屈，可是呢，他如果解释出来的话，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他跟哥哥讲，这个嫂嫂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对哥哥来说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对嫂嫂来说更是一件会引起家庭革命的事情，所以武松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跟哥哥说，他只是默默的搬出了这个家，回到衙门里面去住。小说里面写这些细节，其实让我们知道说武松也是一个会做人的人，他不愿意为难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让这个家不和谐，他也无法待在这个家，因为现在已经处于这个三个人关系很尴尬的一个情况，他如果把事情说明白了，这兄弟能不能做下去，有点这个哥哥会不会生气，会不会觉得哥哥觉得更自卑之后呢，反而这个也生气了，也没有可能，所以呢，武松呢考量到了哥哥的面子，考量到了嫂嫂的这个面子，还有这个家庭的，他要为这个家这个顾全这个家，那所以他就必须要自己忍让，自己搬出去，那在这里面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武松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成熟的角色，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读这些角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像鲁智深，他大概就是我们说他是还没有经社会化的那个过程，是逐渐社会化，逐渐到最后是突然开悟，但是林冲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所以呢他在那个过程里面，他看到高太尉的孩子他就不敢打，他知道说那个是不能得罪的，有他的这个社会化的历程。武松也是，武松是出去外面打滚过的人，所以他知道，这些人情世故，他也很顾全，因为这个是他的哥哥，亲哥哥，武松非常尊敬他的哥哥，所以呢他不愿意让哥哥的面子因为这样子这个产生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毕竟在自己的弟弟面前抬不起头来，那所以武松就搬回去了，那么也就目前也就变成相安无事的一个情况。那么小说到这个地方为止，已经把整个前面这个潘金莲之后的这个故事呢做了一个简单的铺垫，让我们知道说武松来到了阳谷县，阳谷县里面这个潘金莲跟武大郎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些关系导致他为什么后来会出轨西门庆，这个是有迹可循的。那接下来就要交代说这个邪恶的这个事情要怎么样持续发生，那么当然要有契机啊，因为相安无事，那好像就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小说在这个地方引出了一个空档，这个空档是什么，也就是武松要去出差，他要去出差，武松在出差之前呢他知道说这个武松毕竟是一个会想的人，他知道说他不在会不会出现一些乱子，有可能，所以呢他这个人先把话丑话说前头，先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好，所以呢找了哥哥跟嫂嫂一起吃饭。在这里面我们看会可以看到小说里面他就会特别去交代一些事情，交代的这个事情就是先跟这个嫂嫂说，先跟这个嫂嫂说，说这个等于在暗示这个嫂嫂，武松跟离开之前讲的那段话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含义的，他先暗示嫂嫂，要安分守己，也跟交代哥哥早点回家，很多东西是不能明讲的，但是呢他透过了很微妙的这种就是微言大义，他跟嫂嫂这个讲的话其实某个角度来说看起来是有一点在
暗示跟恐吓，不用恐吓，等于警告哦，在告诉他的嫂嫂说，你应该 要做好你该有的本分哦。那对哥哥呢，不能明讲说嫂嫂有一些事情啊，哦，他能讲的事情是什么？哦，希望哥哥早点回家，哦，他说你这个早点下午就可以卖，这个分量减少，你下午就可以早点回家，你多待在家里，家里就比较不会有事情。哦，那么武大郎是听不懂这个话，哦，我们可以看到武大郎是一个非常憨直的人，武大郎完全其实状况外，他是不了解这些事情的。哦，所以呢，他就这个弟弟叫他早点回家，他就真的早点回家，每天都减少分量，早点回家。那这个潘金莲呢，在家里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当然脾气就会发泄在他身上。哦，那这个我们从小说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些很微妙的这些描写。哦，那正因为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也是目前相安无事。哦，但是呢，故事在这个地方就要有一些转折，而这个转折也就是西门庆的出现。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下一次会再继续接着这个地方来讲。哦，那经过这次我们这礼拜我们讲的，用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角度来看小说里面他的去描写的这些情节，还有小说描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试着放慢角度，我们有时候略读过去会读很快，可是当我们细细的读，哦，有时候大家不妨拿一支笔在旁边，你跟着慢慢的读的过程里面去看他讲的话语，他的动作，他对谁说，为什么他要讲这个话，他有他做了哪些动作，肢体动作或者他的眼神，他的头低下去，这些其实都有他的用意所在。而这些用意就是小说里面他没有很仔细讲，但是呢却透过了动作来告诉你的。那今天我们把它讲的比较仔细，就是在这些细节的部分，大家在看的时候就可以留意这个部分。哦，那接下来的讲到西门庆，讲到后面的部分呢，我们这一边带的过程里面，哦，这些细节还是会继续讲到，但我们就会稍微再加快一点速度。哦，或者这武松大概要讲到三次，哦，对，好像要讲到三次才讲得完这个武松的部分，但是武松的部分其实就非常精彩，你光看他打老虎，光看他跟潘金莲之间的这些互动，哦，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小说里面其实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是花了很大的笔墨，哦，努力在经营的。哦，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去体会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下一次就接着这个西门庆 的这个桥段来仔细来看这个我们也很熟悉的武松跟潘金莲西门庆的这一段。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